哎妈，我问你哦，我现在在录节目，然后我要问你，就是我上次在家里学煮的那个肉，回锅肉那个要用什么肉？哦，好好好，只要是猪肉就可以了。好，好好好，好，拜拜。你看，你觉得这两个哪一个你比较喜欢？但感觉这两个，我是比较喜欢这个。那就用这个。我觉得这比较好吧。就这个吗？看起来很嫩。它的好，那就这个。那我等一下做做看。切多大？看一下蛤蜊的量。你有放整汤哦，你有放姜吗？对，这样会不会太厚？不会了，它会再搓。熟了它会再搓。因为如果用炒的话，会不会等太久？不会，炒会比较快，不是？回锅肉，对，就是应该是家里面家常的。我爷爷是跟我讲回锅肉啊，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回锅肉。祖传肉，好不好？是，我们有祖传蛋跟祖传肉。但我第一次用这种肉去炒，所以不知道会不会成功。不然他平常都是用什么肉？他平常吗？用三层肉。哦，三层肉。对，我应该味道有可能会不一样。祖传的是？那我妈还没传给我。哦，好香哦。有冰糖吗？冰糖。为什么？等一下我来学这道菜。那个是味精。别乱说了，加下去直接这个。好像没有糖哎。这个就差糖了。我跟你讲，放花生糖就好。在哪里有花？没有，应该没有糖。花生糖啊？在哪里？我们在吃花生。我说真的。那怎么办？那就放进去啊，融化，因为它就变花生嘛。其实很清楚，你不相信我？简直失去笑容。好，冰糖哦，这里啊，冰糖啊。哦，有。冰糖可以，冰糖可以。抢的吗？哇！吓死我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起盘了，拿盘子。碎啊！我就不摆盘了。对哦 ，OK 啦，直接倒出来啊，直接倒出来。我怕那个酱油有点咸。不会啦，我们有配饭都 OK 啊，可以。新阳没来都 OK 啊。哦好，还行，可以试试哦。可以啊。嗯，你试试看。好吃吗？